25元买了一些木头废料，来做一款千元沙发换鞋凳。先把木头拼接在一起，弄成一个 U 字形状，目前花费20元。家里有废料木头，不要再扔了哦。再把整个木架用海绵包起来，并在海绵上戳好洞，方便钉固。再用钉枪透过孔把沙发布钉在板上，沙发布花费24元。再开始收边，钉上铆钉装饰。赶紧艾特你对象给你做这款花费100就能拥有的千元沙发换鞋凳。我戒不掉你，想戒。